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来这里，我知道你会来找雷虎的。妒忌吧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问好了，他是这儿的常客。你从不会轻易相信别人，你来这里找他一定是有别的原因。你告诉我，你找他是为什么？还不就是因为你啊。我告诉你，你说我驾驭不了自己的超能力是吧？我自己的超能力我就是要比雷虎厉害。我打败你。不，打败我很重要吗？在你面前我什么时候赢过？你早就打败我了。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，我连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，我还要保护古灵。我一定要保护他。你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说过这么多话了，我真的很想你。